假如给你5万块钱，让你戒酒，能戒了吗？戒，你说这个话，也没完呀，戒不了。大爷，这一盘菜花多少钱？200。还喝了杯小酒。啊。2块钱一盘菜，1块钱一杯酒，这就一顿早餐了。啊。一顿能喝多少？半斤来酒。一天喝几顿？大爷。3顿。这3顿加起来能喝多少？今晚就吧。那家人喝着，那你晚6点就吃饭。 现在8点多，这是第二顿饭。啊，对对对。早晨在家里边喝了吗？喝了。喝酒有瘾吗？有瘾，不讲究不能喝饭。哎，你到有酒不得喝，这是个习惯。您今年多大年纪了？74了。您见过别人最多的就喝多少了？我家人一般得2.2斤一天。啊，老伴儿。哎，74了，白酒喝3顿。 喝3顿，到非洲喝，到1-2天喝，到明天还喝。他非不把酒，他有点神经。一个月多少钱？老年金？才100起码的吧。这些老年金够花吗？我够。几个孩子？2个女人，1个男的。那不给，那都我有钱。你感觉生男孩好还是女孩好？ 觉得吧，女孩都行，你那以后他没有后文啊，他还是得男孩儿，哎，他不晓得嘞，还是男的，再往下也没本事谈恋爱哈。要那也不打着他笑，我自己侄子都够我花的。怎么挣的呢？你就上山哪天都不给个100-200的，菜园菜，哎，大棚子。 这是我的话，我一年不少次去，你不看我年龄大，这年头3我都来过。带你感觉喝酒的意义是什么？对了，咱们就咱们这得喝，喝酒喝多少年了？得有6个来年了。幸福，在三行，有3光景，哪里都走到，站的高看的远，我能活大年纪，我在三行活全飞。 准备干到100几退休。哎，都不死都干活，说到哪死了，我就不干了。大爷，你有什么爱好吗？手上爱喝酒。大爷，你要想喝酒，给你倒点咱山东的八杆酒。这就是好酒，很顺滑。顺滑。哎，很严重。这2瓶啊，你拿着回家喝，再大街上可千万别喝多了。